我看第二题，他说这个方程式复系数多项，复系数方程式有十根的 ，on a 多少？我假设哈，这个十根呢是等于阿尔法，那我把阿尔法带进去，要满足这个方程式，就三阿尔法平方加上 a 加 i 阿尔法加二 i。等于六等于零，好，那我就实部的部分等于零，虚部的部分等于零，就得到了实部的部分是三阿尔法平方加 a 阿尔法减六等于零，虚部的部分是阿尔法加二等于零，所以就得到这个十根哈，事实上是负二的，然后把阿尔法带进去。要得到多少呢？我负 2a 好移过来就变成 2a 等于3乘以阿尔法的平方，阿尔法平方是4再减6 12减6是6，所以 a 就等于3，所以这一题 a 是等于3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 D。